啊，现在是140公斤，第三次试举。然后熊哥正在磨眉粉，然后，啊，熊哥上场了。啊，熊哥大吼一声：“你们这些逼都是垃圾！”熊哥相当的轻松，这次的冠军，大家都开始鼓掌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熊哥一脸冠军的微笑，熟练的材料装备，好。